宣布讲巴生谷一带所有确诊人数不用戴手环，不用戴手环你怎么样分辨谁是感染病毒谁不是感染病毒，包括现在你怎么样严重啊，你咳嗽啦发烧啦，如果还没有很严重啦，讲不到话要死啦，他也不会理你啊，你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啊，就叽叽咕叽叽啊 KKGKK， 为什么呢？很多朋友跟我打跟我要求帮忙，他都可以帮我吗？我的爸爸确诊了，很辛苦了，几天发高烧咳嗽喉咙痛，然后打电话去没有人睬他，打电话去没有人接电话啊，要进去这个隔离中心不能进，要进医院也没有方法进不到，结果我叫他去找十人医院，每一间有人出有人进了，靠你的幸运了，连十人医院都爆满了啊，很多十人医院啊什么三妹啊等等啊都爆满 OK 进不到去，结果到最后啊进到这个Prince Court，Prince Court 刚刚好有位置啊，傍晚才进得到去，然后要给很高很高的 deposit 了，没有办法了 ，OK。如果你没有钱，你千万不要生病，林北跟你讲，OK， 真的咖喱隆布，连医院你都进不到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钱，第一没有钱给 deposit 不能进去啊，有普通确诊、中确诊，有最高确诊，有这个标价，没有钱你不要进去啊，医院没有钱不收人的 ，OK， 然后连政府医院打电话没有人睬你的，你叫救伤车人来也没有睬你呢，如果有人来睬你，有人接你电话，你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的，你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跟你讲啊。咖喱冷布 ，OK？ 为什么咖喱冷布呢？因为你很独工啊，你很幸运啊，很多人进不到的 ，OK？ 然后大家真的是要戴好口罩，勤洗手，尽量避免去多人的地方 ，OK？ 为什么会爆发？全国人民 fully MCO。EMCO 雪兰莪州啊，两个礼拜又两个礼拜，结果你看雪兰莪州每一天7000多啊，每一天7000多，一个州罢了，不是整个国家，一个州罢了，我们马来西亚是渐变了啦 ，OK， 每一天100多人死啊，每一天400-450，将近200 ，OK， 湿水啊，湿的 water I tell you，OK， now all minister。Close eye, cannot see you. 啊，蒙眼台啊，啊，他们也没有眼睛看你们了啊。你们要死的自己死了啊，确诊的自己保重了。这叫叽叽咕叽叽啊 ，K K G K K. Now, no more people will take care of you. Even our government, our minister don't know mana bagi 啊。他跟你讲，不用担心，我们政府不会放下人民的，我们政府会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重要的中心点啊，会救人民，会帮人民，不用担心，你们人民没有饭吃的啊。这个八月我们就派这个300块给你买饭吃啊，买米啊，买菜。八月啊，六月宣布到八月才给你啊，拿不拿到还不知道啊。OK， 我已经讲了，六月的时候我就讲了，如果7月你还没有死，八月你有机会拿了啊。死了的人对不起啊 ，OK， 死了没关你的代志啊 ，OK。哪里有政府这样的？人民没有饭吃，人民挂白旗了，他把那个米放在纸箱里面，放在纸箱里面。你知道什么是米吗？什么是物质吗？物质是看得到的 ，OK， 物质是看得到的。你们用脑想一想，所有马来西亚的私人界公司、团体、慈善机构啊，那些单势力啦，那些官势力啦，那都势力啦，那些老板啊、企业啦，给这个什么 food bank 啊、食物银行啊，放在门口啦，放在公司啊去拍啦，哪一个人的食物是看不到的 ？OK， 看到米啦，看到油啦，一桶桶的油啦，看到一包包的米啦、面包啦、米粉啦、糖盐、Maggie 面啊、麦肉啊，但是我们的政府是看不到的。我们的部长啊、我们的首相啊讲哦，我去看货仓，看那个。货场要派送这个米饭等等给人民，但是后面是箱那箱纸来的，一箱一箱的纸箱，里面是不是空的我不知道。发梦的时候，那个谁啊，那个周公跟我讲，他去那个仓库里面看了，仓库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纸箱罢了。到现在有收到这个纸箱的，还没有人收到纸箱，很多人已经饿死了啦，都没有收到纸箱。还好，很好，谢谢各路人马，谢谢所有马来西亚的企业家。良性企业
家，所有善心人士，包括友族朋友、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啊，所有的友族同胞，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全部人都在做慈善，在做好事啊，送这物资，送这食物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啊，需要帮助的受影响的家庭。所以感恩你们的善心，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祝你们幸福一生。OK， 真的是祝你们一生幸福，一生平安。OK， 谢谢你们，感恩你们。但是我们政府的物资还没有派出来，还在那个仓库里面啊。周公发梦的时候跟我讲，他去看了那电视，照到你们的手相啊，后面的响头全部是空的。周公跟我讲，没有人的物资是放在那边，米都没有看到，哈哈，米都没有看到，物资是响头来的，箱子里面啊有两粒米，一条面包啊。你有看到AMNO啊，AMNO的那个国会议员不是派那个物资吗？一小包，有六个国会议员，然后里面有一支矿泉水啊，有一条面包啊，不是那大条的面包，一条一个人吃的面包，然后一个口罩，妈的王八蛋，六个人头啊，印在那个纸袋那边，里面有一支矿泉水啊，一条面包，一个口罩，咖喱冷不干的老婆超切牌，我们的政府什么不厉害啊？做戏啊是 number one 啊，什么 Oscar 啦、金马奖啊，全部他们拿到完了，全部是尖边啊，做戏西北厉害啊。他以为马来西亚人全部是傻的， OK， 他以为我们傻的。你们有看到政府送物资吗？如果有的打一个 yes 给我，如果没有的打一个 no， 长长的 no 给我， OK， 我看你们的 no 有多长啊。OK， 你们有谁看到政府派物资的？政府派物资的有看到吗？如果有打一个 yes 给我啊，让我知道哪里的啊，我要谢谢他们啊，要帮他报道，要帮他报道。他们这样厉害做戏去派物资还不上电视咩？朋友，派口罩都上电视了啦，派几十个口罩不了，不是派很多 ，OK， 然后都上电视了。如果派物资，妈的，他们要把那新闻分享到去天啊，冥王星啊，不是分享去月球啊，分享去冥王星啊。你们知道九大行星有读书吗？九大行星啊，啊？九大行星最远的那个火星在哪里呢？就是冥王星啊，最远的。OK， 如果我们政府派物资啊，一定分享到去冥王星那边了，连没有线的都要收到啊！啊，离开地球几万年这个光里啊，很远很远啊！啊 ，no 啊，西北长的 no 啊，咖喱冷不干的老超切牌。派钱没有看到钱，派物资到现在还没有派到，然后300块讲要给人民的买菜钱啊，买菜钱买食物的，等到8月，然后我们的首相去那个仓库啊，看仓库啊，然后去拍电视啊，上电视啊，后面是箱子来的，没有看到石油，没有看到米，我没有看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林北某款有新闻报道，我只看后面有箱子罢了，有那纸箱。啊，纸箱很小个，不是很大个的啊，不是两三啊五尺啊六尺啊的纸箱，不是小小个的纸箱啊，小小个的纸箱啊，很多个纸箱里面有没有装东西啊？情况看了、啊、眼睛看了、啊、是没有重量的，那箱子就爬上去是很轻的啊，应该是很轻，里面是没有东西的。他就看那个纸箱放在仓库里面，但到现在没有人收到那个食物，没有人看到政府首相出来派物资派食物，有没有人拿到？没有，包括那些政府的那个主务啊，政府的主务啊，我的朋友啊，那商会的老板啊，商会的老大那些拿督啊，问我要去哪里派，我给他讲啊，这个地方很多人需要的，很多穷人的，你们去派，然后他们就去那边派。政府的那个主务啊，都是我们民间的人去派的，没有看到政府去派过一条香蕉啊，香蕉都没有啊，朋友啊，滚蕉本无啊，啊，一条。滚珠都冇啊，老人讲啊，今天一条都冇啊，博家人中家反手的。然后现在大家就知道，整个这个疫情那么严重，为什么会爆发？我讲了几百次、几万次了，第一时间要做检验 ，OK？ 哪里做检验？没有做，继续报5000、6000、7000。我从6月屌到7月，7月屌到7月尾了 ，OK？ 很快就8月了，要做检验，要做检验，没有做检验，打了疫苗还是中病毒，打了疫苗还是中病毒，为什么？因为外面很多病毒，为什么会中病毒？很多巴萨。关门了，为什么？我已经讲了，巴萨
很多外劳，然后打大巴萨，巴萨波隆很多外劳，那个什么吃东西的地方小贩中心很多外劳，这些外劳没有工作，政府不给我们开工，很多工厂很多建筑不能开工，结果这些外劳爬爬走乱乱走，然后去吃东西，去小贩中心，去巴萨，去这个什么巴萨波隆找朋友，去朋友的工厂，没有工作去朋友的工厂吹水啦，吃饭啦，一起拜神啦，结果把这个什么病毒全部传播到全部地方都中了 ，OK， 然后又出来去小贩中心吃东西买东西，然后去那个 Family Mart 啦，什么不是那个 99 Mart 啦，什么NSK 啦，买东西啦，回去煮啦，回去庆祝啦，结果家里面又爆发。然后又去小贩中心去巴萨找他朋友啦，做工的朋友啦，结果叮咚叮咚叮咚讲讲讲，结果朋友又中，结果现在很多巴萨都被感染。我已经讲了几百次了 ，OK？ 如果他们不在巴萨做消毒，不在这个公共设备啊，什么交通啊，什么火车啊、LRT 啊、巴士啊，没有消毒的话，这个病毒会很快的爆发。我从四月讲到五月，五月讲到六月，六月讲到七月，结果你看我在四月。都已经讲了八千一万 anytime 七八月一定超过八千一万了 OK， 然后结果是一万五比我估计来得更厉害，结果一万五是估计少了，为什么全国封城全国封城FMCO National Recovery Plan OK， 结果你看报道每一天一万五每日十五千一日是五千不卡让中家番薯今天全部叫他去空港，全部叫他去荷兰港就对了 OK， 爆发到现在政府做了什么，什么鸟都没有做其实是人民讲派钱啦，派给司机啦，派给德士司机啦，派给那巴士司机啦，派给旅游业啦，被影响的旅游业啦，导游啦，我想问一问，有谁收到钱的？有谁收到这个subsidy的？有谁收到的？让我知道。有条毛了，我跟你讲，全部的budget讲爽的，全部的budget讲爽的，派钱也是讲爽的。到现在，我只听到很多人拿不到，我到现在没有听到人跟我讲他拿到了，谢谢政府。没有，到现在我真的没有听到我的朋友或者是那些穷人那些司机那些做旅游的全部都没有香蕉都没有一条我求求你马来西亚那么多香蕉，你起码送条蕉给我们吃蕉吗马里马里什么马里kita kerajaan kasih free punya banana free punya pisang马里马里 makan pisang goreng angkat balik sendiri goreng kali lembu kan ni lau cao che pai 现在七月尾了满耐都忘，我让说他妈干呆了，不干嘛干轮不了，不是吃草啊，连大便都没有得吃了了，朋友，你没有吃东西，那你找大便来大便 ，OK？ Fallen down， 他们没有脑，他们讲的东西想骗我们那么容易啊？你问我们啥的咩 ？OK？ 然后讲哇分钱就不讲哇有三百块，有五百块，有七百块，有一千块补贴金啊，到现在真正拿到的人很少很少啊。根本都没有听到人有拿到没有拿到的一大堆我随便问一大堆人没有拿到一年多了十六个月了你不如拿你的奶罩剪一半拿来戴了不用穿奶罩了用你的奶罩来戴可以剪开你的奶罩艾莉不用等口罩了没有口罩了 OK 你拿你的奶罩旧的奶罩剪一半然后变成两个奶罩一个给你老公一个你自己用真的那个民皮买鸡蛋打不穿不是枪打不穿我们的政府你拿大炮对着他的脸打大炮 boom 你大炮都弹回头他都没有事脸皮好好完美无缺我跟你讲妈的我的朋友在 office 做工几个人六七个人做工然后突然警方来讲他们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嘎嘎叫叫嘎嘎叫叫然后结果又中了多少钱一万块的三万然后每个人中一千五每个人中一千五然后他来一定有三万开的你不用解释的我也累了我跟你讲没有 scan 那个公司的那个QR code 啦你看如果我做警察了 example 如果我做警察了如果我是警察 OK 我很勤力的 OK 我早上去晚上去早上到晚上了我最少了可以跑多少间公司了
估计一间公司我用20分钟到 maximum 不超过20分钟了，应该来叮咚叮咚开上门走人了 ，OK？ 或者店面啊，一间店15分钟左右了 ，OK？ 进去里面看卖车加大有没有 scan， 然后啊你的卖车加大啊不好，那布置乱乱写，他也很多借口的，他一定找到借口的，你不用跟他 argue 了，要不然是你的桌子啦、你的功能啦，一定找到问题的。如果没有问题呢，他就会用办法啊跟你讲啊，这个我不知道啊，我要查。啊、我可能会封你的工厂、啊、把你工厂封起来不给你做，这样你不投降吗、啊、要不然就喝咖啡了，如果人少少可能还可以喝咖啡，人多多不可以了、啊、人多多的很难喝咖啡的、啊、人少少的还可以喝咖啡、啊、喝咖啡来慢慢谈、啊、然后不然的话，如果我是警察了，我一天呢至少了我估计了跑30间最少啊，讲我是偷懒的，跑三十间，我还去喝咖啡啊，喝滴答类啊，去妈妈当打包高逼哦搞搞啊啊，然后我在车里面喝 ，OK， 应该是差不多100%了。华人和这个印度人为什么会有合约医生呢？他们不能享有同等的待遇啊，无论他多厉害、多勤力。都没有用，因为他是合约医生，他就是说疫情爆满，所有的医院医生都在啊，就在值班啊，工作超过12个小时、18个小时，有些根本没有机会回家。过年过节没有假期，这些合约医生都是有份在做工作的。然后，因为这些可怜的合约医生，在我们政府啦、政治家这些政棍啊的条件之下啊，这个很刻薄的条件之下，不能让他们成为正式的医生。他们是医生来的 ，confirm 是医生来的，只是他们 contract under contract 就讲你们不能享有同等的待遇。OK， 你们就是合约的医生，随时可以炒你们，不续约，就不跟你们啊 continue 你们的 contract， 你们就打包拜拜，塞哟娜娜，重新找工。所以这些合约医生很可怜，包括现在疫情那么严重，这些合约医生啊，要求政府能够落实给他们成为正式的医生，但这些所谓的政棍。啊，真棍在玩弄手段，不让他们成为医生 ，OK， 来玩他们 ，OK， 很多东西不能讲得很出面的啊，很多东西都是发梦的时候跟你们讲的啊，这个是因为发梦的时候人家跟我讲的，我跟你们讲的啊，可怜的这些华人和印度的医生，到现在就不能成为这个合约医生啊，不能继续啊读他们的什么 MBA 啦、啊、等等啊，包括很多的待遇，他们不能享有那些同等的待遇，所以他们很可怜 ，OK， 到现在这个。疫情16个月了，这些合约医生呢也是医生来的，都做得半死，但是他们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因为啊，今年年尾了，包括有些多一两个月啊，他的合约已经到期了，然后要求政府落实认同他们的这个医生，啊，这些政府啊，这些官员啊，这些政治家，政府就是谁？就是部长咯。政府就是谁？就是那帮人咯，那帮高级的，很梗的，很有脑的，就是那帮人咯。到现在都玩弄他们，不落实，不签约给他们，所以这些所谓的合约医生，100%都是华人和印度人，100%，所以他们就会在26号星期一罢工，进行罢工。在马来西亚所有的这个合约医生将会罢工，他们号召这罢工，所以讲他们已经看不到前途，为什么他们可以罢工可以不要做？因为他们是合约的，合约随时可以离开的，他们已经考完试读完书已经是医生，只是他们找他们要在政府医院里面服务，但是政府医院又不认同他是正式的医生，如果认识他是正式的医生，未来他可能可以找工啦，可以自己开这诊所，但是不能，他们都是合约的 ，under contract and contract， so every year sign， 啊 ，every 6 months sign， 可能6个月、1年啊，不续约呢，他就完蛋了，就不能做医生了啊，就要求政府看政府的脸色，看这些所谓卫生部的官员的脸色，所以这些所谓的政治家还有这些官员呢，玩弄这些手段，玩弄这些合约医生，他们真的很可怜 ，OK。
然后我非常非常的堵拦 ，OK， 然后我希望呢，所有的医生能够合作起来，要求马来西亚已经成为医生的医生朋友，帮忙全民啊，全民开一个 Google 的一个什么户口签名运动，支持这些所谓的合约医生，一定要政府啊，让他们享有同等的这个待遇，让这些合约医生呢成为正式的医生，不要签合约了啊，合约就是讲啊，我喜欢炒你鱿鱼就炒你鱿鱼，随便就要你走就可以替你走，不用赔偿，没有任何的这个待遇等等。所以我希望政府在这个疫情中间，他们都是医生来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他们的 ，OK？ 尤其医生，这个医生呢，在这个疫情的同时做工啦、帮助啦、抗疫啦，做的半死 ，OK？ 都没有得到这个卫生局的官员啊、这些政客啦、政棍啊去认同他们 ，OK？ 他们玩弄这个政治在手上，谁能够控制卫生局？谁能够改变这个合约医生？除了政府还有谁？除了卫生部长啊，还有谁啊？包括这个卫生总监也是一样啊。他们一定要承认所有的合约医生，把他们合约医生变成正式的医生啊，让他们享有同等的待遇，要不然他们很可怜。包括他们几个月了，已经诉求几个月了，没有得到回应，所以他们决定在这个星期一26号罢工。OK， 如果真的罢工的话，很多的医院啊不够人手，缺少医生，将会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将会有更多人确诊等等啊生病。你不要忘记啊，确诊是确诊的，还有人大肚子要生孩子，还有人要看医生生病，还有一些人可能有癌症啊，有意外了要看医生了。你们不要忘记了，医院已经爆发爆满了 ，OK， 然后这些政府的政棍、这些官员啊、这狗官啊、这超级狗官啊、狗官啊，就是对了，这狗官玩弄他们的手段 ，OK， 希望他们呢早一点去中番薯，早一点被天收就好了啊！这些扑街含家富贵产来财中事啊，含瓜富贵产来。然后希望我们的国会能够有所有的人数220人进去里面开会，除了确诊的人不能来啊，可以通过网络，通过 Zoom 啦、e-meeting 啦啊，可以通过这个线上会议啊，然后其他人都可以出席。然后我们不希望开哑巴会议、哑巴国会，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开国会是不可以辩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开国会是不可以投票的啊。然后我们的政府啦，我们的首相啦，不给他们投票，不给他们辩论，不给辩论，叫我们去开国会做么？不能辩论，你们做的东西不对，我们是啊，这个国会议员，我们有权要发布，要辩论啊，要争，不是要去对责你们所做的东西不对，所以我们不是除了这个国会议员，不是除了可以针对你们所错的政策啊发声音，也要对你们一些错的政策要给意见。但是他讲不可以辩论，不可以辩论开什么国会？全部粘 sticker 粘 sticker 啊，把那 sticker 粘在口里上啊，不要开会，没有用啊，没有用啊，不能辩论，不能投票的，开来做么？全世界只有马来西亚会发生的 ，OK？ 马来西亚全国封城，每一天在增加。那个逃税嘎，那个逃税嘎谁啊？那个海龟龟丞相啊，那个龟丞相一上任过后，第一天就9000，第二天9000，然后第三天就破万，到现在每一天都过万，每一天12000、13000、14000、15000，现在两天啊连续15000，没有更高，只有更高。我估计啊，可能这几天会达到将近20000，啊，将近20000。突然推一个华人狗出来，呜呜呜这样啊，那华人狗出来啊，还是拿督来的啊，卫生副总监的，这样久了我都不知道这条狗突然逃出来，没有看过他，没有讲过话，然后只看到我们的这个卫生总监啊，但是诺伊桑每天报告啦，劝告啦，但是突然跑一个狗出来哦，呜呜出来哦啊，然后这个拿督什么鬼啦，华人的啊这个副总监。讲这个巴生库的这个确诊人不用戴手环了，因为每一天有4000到6000人，我早就知道有4000人去了，我上两个礼拜已经讲了，有4000人去那个什么这个评估中心啊，这个 CDC 评估中心去评估你需不需要隔离。现在他讲不用来，不用戴手罩，不用戴手罩，可能麦雪茄他也没有 update 啊，全部用纸，我2-3个星期间都已经讲了，全部用纸啊，然后麦雪茄他去到那边 computer 没有 record 的，所以现在是多少？15000。
还有很多没有报告啊，现在做检验都做少了，他讲不用做检验了，可能要 off record 了。Off record 了，不用做检验，不用报告，不用戴手套了。OK， 所以你看，我们国家的政府可以做什么他们喜欢，可以宣布什么他们喜欢的，但宣布什么是没有用脑的，宣布什么呢？没有通过啊，从长计议过后，去研究过后啊，去研发过后，可以新的政策他们推出来就讲了，他们要的就是好看啊。然后我们的政府做什么最厉害？做戏最厉害，做工没看到人，喝水很厉害，喝咖啡高 number one 啊 ，world number one 喝咖啡是马来西亚的部长啊，除了马来西亚没有第二个国家，马来西亚的这个官员喝咖啡是最厉害的，哎，大家认同吗？因为可能会拿借口来不开国会，不知道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哎，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到底国会80个人开会，他讲因为怕人挤人呢、啊。啊，怕被感染，所以只有80个人。这80个人就是可能就是马海丁的人了，可能就是马海丁的人了啊。只是放一两个反对党进来啊，那个听话的啊，听话的那个独立人士进来，他的人了。这80个人可能里面就有很多是他的人了，其他的不可以进去国会。国会222个，只允许80个人去开会，但是那个回教堂啊、拜神的地方可以容纳300人、500人。OK， 为什么他们不把国会搬去这个回教堂开会呢？那边可以500人、300人啊！你看丁丁，每个人站在那边拜神都没有问题。开国会的距离更远，他们的椅子，他们还有不同的高度，这样远，这样高。然后那个车叫那个卫生部长拿车去量，每个人超过1米，所以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啊，放那个 plastic 啊，放一个 plastic 镜子顶着他那个 acrylic， 放两边放 acrylic 围起来就可以了吗？如果没有钱的啊，不懂得怎么样做的，我 Tony Lui 可以帮你 design 啊，帮你 design 帮你做，但是要钱的啊。如果你讲不能开国会，林北送给你啊，我们人民送给你，帮你做那个 acrylic 啊，围起来啊，你们就可以开国会了咯。然后每个人进来全部有消毒，有戴口罩。有 scan 他们的温度没有问题啊，然后全部打了2针疫苗的，可能打错地方啊，不应该打手的，这些什么国会议员可能不能打手啊，打手没有效，要打脑啊，打你们的脑就有效了，还要打2针啊，一针打脑，一针打屁股，因为你们都不听话，你们喜欢啊拜神，喜欢啊。跨州去试车，喜欢开榴莲吧，第一次榴莲啊，喜欢去人家家拜访啊，然后喜欢出国回来不用隔离啊，还要去开会，然后还煮人当啊，回家煮人当，你们喜欢？为什么你们做的东西都有一大堆的理由，然后去圆你们所做错的事？为什么部长可以出国回来不用隔离？我都不明白。然后不隔离没有关系啊，还可以去开会。还给回家煮人当过年，人民都没有饭吃了，你这些部长拿着人民的薪水还给回家煮人当，你早上要煮了，我们知道很多的部长啊、首相啊，在家里啊吃大餐啊，吃好料啊 ，OK 庆祝过年了、啊。但是你们这些人呢、啊，是没有一个有资格过年的，你们这帮废柴全部是不应该过年的，你们应该出来做义工、晒太阳啊，去排队啊，去维持这个词。人家在排队的地方，在晒太阳的地方，去拿雨伞为那个公公婆婆啊遮太阳才对的。你们这帮废柴拿着人民的薪水，你们哪里有资格庆祝过年？你们根本没有资格。Okay? 你们也不用拜神，因为你们没有良心，你们带我们的马来西亚人民去荷兰，你们没有控制好疫情，你们全部在家睡觉啊，吃饭啊，庆祝煮人当啊，过年。人民吃草，人民没有饭吃啊！所有的私人界团体都在正在什么派物资啊，派物资帮助捐款。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什么鸟都没有做啊！你们这帮废柴啊，没有资格，没有资格过年，没有资格拜神，没有资格吃饭庆祝过年。OK， 你们讲认同吗？认同的打一个 yes 给我。以前就讲哦，这样安装要隔离啦，不隔离不可以。现在连隔离都没有了啊，回家自己隔离，然后回家整家人全部被感染，然后整家人全部被感染，全部不用来隔离中心，全部不用戴手套。不用戴手套就证明我们整个巴生谷已经爆发到很严重了。
可能我身边的朋友前面看一个左边看一个，以前人家讲拿石头丢啊，丢就随便中五个拉多，现在拿石头先随便丢啊，中十个人啊，中什么不是拿多啊，中到那十个人中了这个病毒的 OK。拿石头随便丢啊，都有人中了这个病毒。拿石头随便丢，那个家一排里面，可能那舌尖物质啊，一排里面可能就有一两家物质有人中了这个病毒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八神谷的严重的这个发生到严重的地带，严重的情况。这般废材还在家庆祝主人当，妈的咖喱人不干的老我超车一百，这般废材还到现在还不辞职啊，每天在那边啊 enjoy life 啊，吃好料，跨州出国不隔离开八地，人民就中三万啊。今天我的朋友又中三万啊，我讲啊，一个警察如果是我做警察，我每去一个房子，每去一个家，每去一个店铺，每去一个工厂啊，我一天跑三十家 ，OK， 随便工厂啊，那个 office 啊，中一万块，他们的员工如果有六个人就好了啊，六个人啊，不要多了，讲六个人就好了，那店铺啦，什么高逼点嘛，六个人中啊，几多工啊，几好赚啊，所以警察做什么？开三万，执法官员开三万，有人去消毒吗？没有，有人去做隔离吗？没有，有人去找这个病毒出来吗？没有，病毒在哪里？满街都是，然后谁感染这个病毒不知道，谁传染这个病毒不知道，谁哪个地方爆发不知道，爆发有人死关起来，没有人死不用关啊，然后爆发到太厉害连手环都不用戴啊，等你们死，等你们爆发，就是这样，等你们全部人中 COVID-19， 所以这就是我们不负责任的政府。OK， 我对这个政府真的是彻底彻底的伤心，彻底彻底的失望。OK， 疫情非常的严重，大家尽量不要去啊人多的地方，尤其出记得手一定要一直消毒，一直消毒，不停的消毒。记得我讲的话，不停的消毒很重要。OK， 大家记得每个人都要带多一个口罩，别放在你钱包里面。OK， 带多两三个，如果你的用这些包包大大个的啊，带多两三个在里面，好像我这样。OK， 拿出来，N90 的口罩啊，可以送给人家啊，可以拿来自己戴啊。N90 口罩我有 standby 啊，这个呢比较容易绑，它绑得比较紧。那普通的口罩也是要，如果你要 double 你就这样做啊， double 布的包在外面，那就 double 了。 OK， 有布的啊，有两个口罩在里面，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普通的啊，普通的拿几个放在你的 backpack 里面啊，然后见到老人家那些穷人啊没有的啊，送给他，哎，你的带松了啊，你的很肮脏了，没有的，送给他没有关系的啊。我这个是 medical 的啊， medical 的口罩，我的朋友的工厂来的。OK， 好的口罩啊，消毒水啊，消毒水去哪里要喷啊，脸啊，头啊，手啊，手是手掌还有手背全部要喷，为什么呢？你们擦眼睛啊很喜欢。OK， 手掌手背啊，手缝这样全部擦到完。OK， 包括你的手啊，这里啊有在外面的啊，回家之前全部要喷它，消毒了才回家，明白吗？ OK，大家帮忙分享，一定要消毒，记得一定要消毒。每一天要晒太阳，至少晒太阳15到20分钟，晒你的背啊，尽量晒你的背，晒太阳会对你的肺好。OK， 第二，记得晒太阳，做少量的运动。记得啊，打了疫苗过后啊，两个星期内啊，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啊，会导致可能你的心脏啊负荷不来等等的一些症状的啊，所以。做了这个啊，打了疫苗过后不可以做太激烈的运动啊，不可以跑步跑太快跑太远啊，就做那种比较简单的轻松的运动罢了，要两三个星期过后你才可以慢慢加，明白吗？ OK， 大家记得啊，记得如果打了疫苗，有人问我哪里知道自己有没有抗体，打了疫苗可以去做一两个礼拜过后去做这个身体检验啊，应该是100多块的一个检验，可以知道你身体的这个抗体有多高，如果是零的话你就没有打到疫苗啊，你就可以告政府了啊，告卫生部长，告政府啊，他们啊没有打疫苗给你骗你啊。
OK， 明白吗？然后还有就是吃维他命 C， 然后维他命 C 还有维他命 D3， OK， 这个药就是最重要的，市面上唯一一个维他命 C 有维他命 D3 的，市面上只有一个这个药不了， OK， 没有第二个维他命。维他命 C 包含维他命 D3、就是这个药、okay? 里面是30包独立包装的、okay?